有更好的一个互动哈、哦。那我想长辈之间也有更好的一个协助哈、哦，这个是我们很非常乐于见到的哈、哦。那今天吼，真欢喜哦，去金阳参观，咱看到咱的日照哈、哦，咱的襄阳日照的长辈吼、哦，真的是非常青春有活力哈、哦，尤其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吼、哦，其实也是吼、哦、粉墨登场哈、哦，但是那个头上发的吼，还有全部全家还有热情的太阳颜色哈、哦，那我想这个呢，其实是给大家哈、哦、那个陶冶不乱哈、哦，那我想整个的一个气氛也调得非常好哈、哦。那今天其实是我们下礼拜是10月4号是那个中元节哈，那中元节其实是属于那个中国的年纪哈，那属于中国的年纪哈，你在那个老人里头哈，其实哈是一个盖什么盖什么的年纪哈，所以那除了哈一年一度的咱的中央节的活动的规划吼，我伫咧想讲吼，要来办什么活动吼，咱的中国吼，而且吼，除了平常学生外以外吼，咱个会使吼更好、更多的一个参与吼，然后也可以更让热闹的一个互动嘛。所以，同仁们就想出要运动会吼，啊，其实这个运动会虽然它是一个运动，但它是趣味的吼，但是这个趣味里面其实有包含到。那平常时吼，其实无论是咧楼层吼，伫咧咱的24点钟都在遮个中会，也是咱的日播甲日照的长辈吼，社区的中会吼，其实吼拢有伫咧加强一个，就是咱的智力资源，或者要咧训练我们的一个四肢的一个肌力吼，啊，甲回复它的一些或是保持它的一些功能吼，那卖失能的很快吼，所以这个延缓失能吼，而且运动会其实有这样子的含义在里面吼，希望透过趣味的一个竞赛，让大家四肢吼、头脑都动一动吼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不论是智力，然后或是那个身体的功能吼，其实都是就是有在保持的有冲劲、有活力的一个状态吼，所以这显然很大很大一个重点了吼啊。阿里巴巴拜三那个在重阳节趣味活动哈、哦，那星期二10月4号端午重阳节的话，要摆一个会餐哈、哦，那也是祝福大家哈、哦，那个重阳节快乐啦哈，阿底家南岛也祝福大家哈、哦，那也祝福所有的工作伙伴哈、哦，那都幸福健康满满，好幸福久久，健康久久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边我们是日头的日照。日照的，啊！今天你来参加，我们很高兴，也是指着你的人来。可是我礼拜一也会参加哦。对对，他不开心，很开心哦。新规是啊，刷新规是吗？你刚刷新规是，请出来，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啦。你的筋骨有够嫩。